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要来进行《疯狂选秀全记录》的第十集了。那我们马上来选吧，我刚刚已经有选好了，前面一样是国家队，那陈冠宇涨上去了，涨到六亿，这边是一般卡的全明星，第三个这个是18年也是一般卷的，第四个的话。我这边16到19放的是雅姿，20最后一个放的是终止记录的王柏荣。我们直接来选，这一次选到了一样是2张，那这2张呢，选到的是目前价钱最高的陈冠宇跟一张雅姿的陈金峰，2张加起来价值9亿。快要10亿了，还不错啊。上已经有至少2、3集都没有选到好卡了，那些是选到好卡，算是成功的回到了一点血啊，还蛮赚的。因为我10张高级券中2张，可以。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